Hello， 你好，我是诺骚，今天欢迎来去进行我们这个次在这个生涯模式啊。那我们在今天的话要来进行我们这个星星挑战赛啊。那在今年的话，我们非常非常牛逼啊，我们居然是星星挑战赛、三分球大赛、灌篮大赛、全明星赛全部都有我们啊。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是这个联盟数一数二的超级巨星啊。明星赛的每一个赛程都有我们啊。原因的话是因为我们在今年啊拥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战绩啊，50胜6败的一个出色表现。好，那我们今天的话来进行我们这个星星挑战赛。那我们今天比赛的话即将开始喽。来，我们先首先挑球，来跟詹威森来做一个配合，挡下之后直接有进去，直接灌篮，哎、欸，他居然今天没有灌篮啊，可恶！好，这边我要对位 Poirier 是不是？他是个中锋位啊，我来对位他。好，喂，克拉克这边直接进去的、啊，为什么又变成我去走他、啊？乖乖的，我这边看起来我应该主打是一个四号位啊，来。就是他们就直接拔起这球，哎呀，这球没有进。然后再问神拿回来，哎呀，球没有进。罗特，可以进去面、哎，他居然球穿过我的头啊！有，球进去面可以灌篮。Poirier 下去喽！好，这边在一个背后运球之后，直接球进去面，直接割扣了 Poirier。这边应该直接抢篮板就完事了。啊，篮板你居然还可以！可恶啊 ，Brandon Clark！ 啊，切入。有喽，灌篮！想象一下，你的队伍里面有两个 Zion Williamson 啊，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啊。好，外线 Clark 走到，有漂亮 ，Poirier 不要，中距离，再走到漂亮，有往前冲，没体力，中距离给你啊，哇！Sanitary 这个有点闹啊，你知道？好，这边下挡拆，挡拆完之后，他应该不会那么狠吧？好 ，Wins， 好球，不是啊，外线全部没有人守他、啊，来，全部拉开，我一个人单打，全部拉开，天路有喽，灌篮，漂亮，来进去面，直接一个超截。全场，格莫瑞给到的是我灌篮，哎呀，可惜没有灌进去啊！好 ，Flynn 挡拆，外斜方有守到，啊，直接 air ball， 我不是要这样做，靠腰嘞，他怎么直接变成瞄准投篮了？上篮，嘿 ，fuck， 我觉得。这个有问题啊！我觉得他没有犯规，我没有妨碍中篮啊！裁判好好讲话，好好讲话，不算啊，没有分啊，对吧？没有分对吧？没有打手，也就没有那两分。你那两分还是给我记在上面，我操！哎，这个是真他妈 bug 吧？不是就没有积分了？然后他还把那两分记上去。好嘞，来到这个外线，切进去里面。火锅盖过去，哎呀，进攻3秒，在里面一直待着，你也不传球，也不干嘛的。来，又进去里面，中距离应该是没了。好球，居然是有了，漂亮！感觉要 Williams 这边单打了吗？上篮，哎呀，转进去，好球，有，继续上篮，哎呀，被火锅。我要进去里面可以直接开扁呢。Brandon Clark， 好球。有进去上篮，灌他好球！他这种死单打仔一直单打，那个挡拆底角，这边有一个大空档禁区，直接三分球，这球还是没有进，我连续3个球都没有进呢、欸。那个挡拆，哎、欸，直接超截，这样给 Tyler Hero， 这么大空档总有了吧 ？Bang！ 好，目前比数15-17啊，这边场上可以看到 Alexander Walker， 还有这个哈奇穆拉，而我们这边有 Michael Porter Jr。还有其他两个大重点，直接上来，哇，黏着上来的阿泽巴尔的，好，沃克，怎么样被打我吗？没他，守到，哎，都打几次了，还不知道我的防守是几牛逼的，来，全部给我的快速单打，你里面上来，上他，寇博，你还把球传给我，你个鸡鸡嘞！啊，进不了，这边下个挡拆，进去里面，还敢上来啊？
哎，居然被他打到了，好球！米里现在还在那个替补队吗？我其实比较少看替补队的比赛、啊。来 ，Cobb Cobb 这边久违的合作，来一下吧！好球啊 ，Cobb 啊！好久不见这个我们之间的空中接力啊！来转身，有喽，灌他 ，Bang！ Walker 三分球拔起，拿下。哇，两人在前面，我就上不去，是不是？他们居然出动两个人，那时候我一个人。好，这边世界队剩下最后一波进攻，来看一下怎么打、啊。飞进去里面，包夹，走到了，拿下，哎，好啊，第一节我就直接 double double 了，牛逼牛逼。好，现在来到第二节的5分33秒啊，那现在来说的话，我们还是领先了对面大概4分左右啊，就知道他们没有给我漏气啊。哎，这边直接守到，好球啊！我们两个人联袂出击，再给他外线，上面就发起直接绿浪。战术应该会主打在哈奇穆拉这边吧？挡拆之后，哎，哇！最后一秒突然给我来一个直接拆炸弹哎！哥，没有人像这样打球的哥。有喽，进去灌篮！哦。我现在感冒还刚好而已啊，我还不能这么大声的哦出来啊！这边感觉要中距离了，给你吧。你们中距离都好烂哦。谁单打进去里面上篮，要个 N1， 哎呀，可惜居然是个进攻犯规啊！沃克切了进去里面，底角梅林的球，什么球还是没进？来球给你 Cobb，Cobb 你自己好好表现啊！你不表现我就来啦，那就直接拔起有吗？哎呀，弹框而出啊！阿克波罗 Junior 再上，你怎么不会直接补篮啊？干啥呢？啊，外线三分球拔起，哇，比大这好球，比大这有点牛逼啊，他身高好高啊！来，切入喽，上去好球。我总觉得他们今天打球起来感觉起来就怪怪的，你知道吗？好像都各打各的。来，下个挡拆，自己出去，真的不多讲，他们打好难看啊！来，走底角。黑波有灌啊，漂亮啊 ，show time， 全队宰制开起来喽！然后现在 Cobb 居然是神射宰制能力啊，我都会忘记这件事情啊！来来，再 Barrett 再掉出来 ，Walker 切进去一个后仰跳投，这球进！我身为这个 Captain 美国队长，是要给大家一点好的助攻啊！我目前为了推动剧情啊，我现在用这个纸牌十美分啊。我现在还是相信他们的、啊，哎、欸、哎、欸，直接灌篮，还敢上来，哇，居然拿球了，想说可以把那球抄下来，找不到绿的 ，bang， 乖的，他这个人看起来就很像是一个控球后卫而已啊，来啊，走到啊，来啊，居然是来了，打上去，那没办法，好，目前第二节结束，目前的话是19中4中3分球啊。今天表现不是那么好，这一节的话挺关键的、啊，这一节就看我自己能不能好好的把握啦。中距离这球我的，哎，我觉得这游戏炸我，我觉得不太对哦，我觉得不太对哦，没有我的篮板之外，还送我一个进攻犯规啊，操你的嘞！进去面上篮，好球，来帮我下个挡拆，走起，大空档来的吗？Bow! 今天可以得个至少60分啊，绝对没问题啊！待会一个 fling， 哇，完了，好球！这个挡拆直接把我挡在门外了，但是他刚刚还在隔扣我人家，那我也隔扣你喽！哇，我一接到球之后，直接赏给了这个超级明星级别的灌篮啊！来这边切入，有喽，灌篮！哇，灌手隔扣欸，最牛逼欸，来来来 Blink 三个手一个，回家了回家了，里面再灌一颗 BOW， 需要给他们其他人一些这个得分的空间啊，要不然他们基本上都没什么太多的发展感觉啊，来啊，都在这边各种晃来晃去啊，来来来，板子抓起来，好啊 John Murray这个晃跳投球没有进，灌啦、啊，好球！来这边该给你们一些表现空间吧。
不管你们，不管你们，再一个三分球，我实在是没办法，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他们看起来太没有得分欲望了。来，挡拆，协防，守死，我去你的嘞！哎，再拿下来，哇，今天篮板各种抓啊！三分球拔起有吗？好球，来一个助攻，来，直接进去里面，直接灌篮！哇，你今天扣将宰制，你居然不灌篮的！来进去里面转身，还敢上来啊！我操你的哦！哎，我真是被他们弄到快烦死了，你知道吗？这一代挡拆太好用了，你知道吗？就是完全他们就没有任何一丝逻辑啊，一被挡就直接回不来。收到，火锅盖出去，今天来不及啊，漂亮！哎，直接不搞你，来底角有吗？两分进啊，漂亮！啊，巴尔特，你下个挡拆，拉回外线啊！喂，你不会吧？我想说你要赖在我头上哦，不是？有进去里面，直接灌他，漂亮！大三元，这个不是刷数据啊，这个是我真心觉得那个就直接这样做就好了。挡拆之后要中距离吗？来啊，三分球给你。我是不太信你会进的、啊，不，现在名人堂中三分球都不会进的呢，我真的很难受哎。先到喽，抓板。真的是想跑快攻都跑不了，你知道吗？这人真的是太不受教了。啊，这边直接灌啊，下去啊，在巴尔的。哇 ，Alexander Walker 送你这么大空档距离，你都不愿意投一个三分球的。好、哦、，Tyler Hero， 想多给他一点助攻啊。来，三分球拔起了，来吧，好球，还敢上来啊？但我家里面没人呢、欸。哦、oh, ，shit！ 我球砸在人家头上了。进去里面一个超截，来，各位直接拉开无外战术。时间到喽！啊，干你哪、啊？没关系，我至少今天有把它扣到，我舒服了。我刚才发现只剩下两秒啊，如果是三秒的话，我就扣进去啊。来，中距离，送你啦！你居然没进，还敢上来啊？哦呦，居然弹出来！第三节就目前的话是70-96啊，非常牛逼啊！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到的是第四节啊。第四节的话，我个人认为就很简单啦、啊，就是不要输啊。我们今天就是不要输就好了。哇，你还敢在我面前上来，你真的是要脸呢、欸！来，他们就拔起率啦，哇，52分，又姑且不论其他的、啊，你还敢在我面前上来，你居然又把我弄下去，我操！哦，这里面最可怜的、哦，这里面最可怜。现在剩下最后的5分27秒啊，我已经被弄到午饭了。我们做人真的刚好就好啊！我传给控球后卫，那控球后卫一直传开给我，真的是没有人打球像你这样子。你干嘛、啊？他们传球传给一个四号位，然后控球后卫不控球。你又在那边给我进攻犯，居然主导犯规！哇，这哨子有点黑啊！外线 Melee 球，板子给我。哎、欸，不传球给我，你去我有个底角三分球机会，不传球给我、啊，我真的是。来切入进去，里面灌篮，好球、哦！啊，好久没有体验这种直接把人家关在地上的感觉啊！啊，现在最后3秒钟啊，还想空中接力啊？不是吧？最后一刻在那边搞这种招，来，他们就拔起来了，快点！好球，反正我现在不得分啊，反正我现在就多传一点助攻给他们啊，反正我现在已经变成控球前锋了嘛。这个也是我难得可以跟 Cob 就是做队友的这个比赛嘛，对不对？嗯，哎呀，好球，防到，抓板，篮板狂魔啊，来中距离来了，好球。目前55分23篮板13助攻啊，现在整体来说的话，我的这个战绩非常非常牛逼啊。你去里面还想空中接力？你他妈整天空中接力！去里面灌啊，漂亮啊，好球！啊，这边中距离，来抓个板，再上去，好球！今天要直接单打了吗？可以啊，转身，太慢了，直接灌在地上啊！这两把如果能进的话，哎呀，漂亮！
全队载智再开一次啊！这应该是整个比赛里面最后一次的这个载智能力啊！哎，这个载智能力的话，我就不演啦。今天能得多少分就得多少分啊！来啊来啊来，还在巴尔特，好球，空心入网，来，我先直接拔起绿的，前面有人我也不管，他们球直接拔起，来帮我下篮，来帮我下篮，来，他们球再一颗来 ，bang， 所以我等下64分23篮板。14助攻的一个超级全能性表现啊！这个你今天叫 LeBron 来打，他都不一定能打成这个样子啊！你说是不是啊 ？Yo, what's up, everybody? Appreciate you guys coming out. I appreciate Kia for setting this up for me. Excited to be partnering with them, and I'm ready to answer a few questions. 跟 Kia 合作。Who's up first? Doug. Hi, Junior. What's up, Doug? I'm wondering if you can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why. 为什么要选择？因为我是一个。年轻气盛的一个人啊 ！For me, it's all about the message. Kia is not the oldest car company around, but that makes them hungry. They're ambitious and young, so I can relate to that. I really think it's a natural fit. So, Junior, tell us, what's this partnership going to look like? Any specific plans in the works for special projects or anything? 我今天要那个有没有？就是关怀一下，做慈善。Yeah, they're one of the partners in NBA Cares Initiative, and giving back to the community is really, really big for me. All right, looks like they're telling me we got time for one last question. Go ahead, Kristen. Thanks, Junior. So, what's your favorite Kia? 这个最牛逼的工商都挑不出来，他们都超牛逼啊！ To be honest, I can't really pick a favorite one. Each car has different qualities that makes it great. That's the good thing about Kia. You really can't go wrong. I see my people over there telling me that's all we got time for today. So I appreciate everybody coming out. Yeah, and thanks again to Kia. 把工商大魔王非常牛逼啊！那我们今天影片的话就先这个点赞。如果各位喜欢今天这影片的话，别人下方点，别人想收听我们最美的那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